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岸玩转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巅峰极速。好，旭哥今天来最爽的开抽啊，看看我们能中最强的神车，最强的拉法一样来拼一下它。好，那旭哥呢，目前呢有40台神车都是免费入手，等一下再总结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多 SS 级啊 SS 加的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呢，透过这次活动的一直抽啊，能不能把这个拉法力抽起来，抽到手这样。那还有这游戏最新的礼包嘛 ,2024 啊，最新的隐藏版需要。好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 VR, 最爽的转蛋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五氪玩家爽爽冲起来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绿色大牛啊，来把它抽起来吧，希望能够中啊。当然拉法拉力中了更爽啊。哇，还是没有喷烟火啊，真的都不喷烟火的、欸。太屌啦。来 ,486。这台真的一直会出啊 ,486。BRD, MX5, FIT, S5, Mazda。哎，又是抽，哎、欸、中两台哎、欸。两台紫车，也是486的 WRX， 哦，中两台紫车，还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十连抽，来十连抽，应该要放烟火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来第一台 Ford Audi 福斯蓝宝坚尼耶哦，没吓我一跳。来，究竟我们出的车是什么车呢？啊，出这个太惨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十连抽啊！最近的手气都不怎么样。来个十连，压压惊一下。哎，又是这种烂东西。你上370力，福斯，福斯，你上。斯巴鲁486的，哇，不错。马自达，来，抽的还是一样。好，那旭哥总共入手了40台神车了。那有 SS 级的罗马，法拉利罗马，然后 SS 加级的 SF90， 哇 ，SS 加神车，然后还有其他像是 A86 啊、M8 都是 SS 级的。那保时捷这个992 SS 级的有，还有这个 SL63 D4 F8。哇，这个 T
这个可以升上去了。抽到这个是真的会有点不爽啊。好，不过还是要把它升上去啊。ECU， 再把它升阶上去。来，来到二阶了，二阶堂红丸。来，二阶堂，二阶堂是以前玩那个格斗天王很久的游戏了。现在小朋友可能没在玩什么格斗天王，应该也不知道什么草剃金啊、八神这些东西。好， 720S， 然后还有 Fold， 都是 SS 级。现在看来看起来像 GT430最废耶，然后 EVO3， 还有 S2000， 40台神车。哇，可以把这个992量一下好了。这台还没开始练，但是可以先养一养。来，目前就是最强的等级就是 SS 加的 SF90， 这台的确也蛮好开的，还不错。然后还有 SS 级的菲亚特，然后 SS 级的 GTR， 这边都有。那总共也40台了。完全无氪金啊，玩到现在还算是小有成就感。这些车都还蛮帅气的。那问旭哥最喜欢哪一台的话呢？可能是罗马吧，罗马旭哥玩起来玩得最开心。好，玩到现在这个转蛋啊，还有一些就是分享给大家。最新以无氪来讲，目前40台。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呢，点画面右上角的齿轮，齿轮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礼包兑换码，就是礼包码兑换码序号。点进来在画面中间呢，这个 CD key 礼包兑换就可以输入了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最新的，来吧，来吧。可能旭哥拿起来最新的。啊，这个界面其实不是很好按。好，这个 DRA GON 2024， DRA GON 2024按立即兑换，它会显示兑换成功了。那到信件去领取奖励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到邮件直接领给大家看，有没有这个最新的？这个还不错，2024的金币。然后加上高性能改装宝箱，还有个人卓越宝箱，然后基本性能改装嘛，重点是还有128的钻石啊，爽爽你一波！ 2024最新的礼包嘛，实测 OK 的，领给大家看。好，那大家跟着旭哥把最爽的福利领起来吧。